同学们打个招呼吧。今天啊，就让我们带领梦天实验舱集中了空间站里最多的科学实验设备，它具有13个科学实验柜的安装空间，还具备载荷自动进出舱功能。好，梦天舱实验载荷区域了，这里呢也是梦天舱的核心区域，在这里我们可以开展流体物理、材料科学、燃烧科学等微重力物理科学的基础研究，同时啊，还能探究在轨制造、新型能源推进这些工程技术领域的前沿问题。磊宁呢，则是从气象变为液象。这2个实验柜行材料科学研究的保惠条件。知道世界上最冷的地方在哪里吗？这一个呢，就是流体物理实验柜了，装配、维修、清洁等精细操作。好，同学们，大家知道吗？在今年的2月份呢，组的空间热管理等5个技术实验项目。我们关于梦天实验舱的介绍啊，就到这里了。